親愛的廣東省潮州市音樂會協會吉他學會，衷心祝賀你們在1988年成立，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和奮鬥，終於在今年12月的月尾正式成立這個法人單位，成為一個獨立的團體，這個是值得慶賀的里程碑，亦都是你們團體發展的新起點。在這個特別的時刻，我特別香港吉他合奏團想同你哋表示最真挚嘅祝贺同埋衷心嘅祝福。你哋嘅成立唔净止代表吉他音乐喺潮州市嘅蓬勃发展，更象征住你哋对音乐事业嘅热爱同埋专业精神。我作为一个吉他爱好者、教师、表演、编曲、作曲、指挥，同埋香港吉他合奏团嘅创办人，我深深地理解音樂對我們生活的重大意義。吉他學會的成立為潮州市吉他愛好者提供了一個共同學習、交流和成長的平台。我相信你們通過各種活動和演出豐富潮州市的音樂文化，而且為更多人帶來美妙的音樂體驗。在未來的日子裡面，我期待看到你們的成就和發展，希望你們能夠繼續保持對音樂的熱情和創造力，不斷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，為潮州市的音樂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。最後再次向你們表示最衷心的祝賀和美好的祝福，希望你們的吉他學會團結合作，不斷進取，繼續為音樂事業的繁榮做出卓越的貢獻，讓美好的音樂在潮州市百花齊放。衷心祝福你們的未來充滿快樂、成功和和諧，祝福你們，致以最誠摯的問候，金少棠老師。